材料清单，面粉400克，酵母3克，牛奶240克，根据面粉酌情添加，将面粉、酵母、牛奶混合均匀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放在温暖处醒发至两倍大，用手指戳个洞，洞口不回缩塌陷就可以了。分成每个20克，四个一组，搓成长约22厘米的条，摆成井字如土。第一圈是顺时针转之压，交错着将奇数的面条压在偶数的面条上。第二圈是逆时针转之压，交错着将偶数的面条压在奇数的面条上。再重复运七步骤一次，至边完，尾部咬紧，翻面将底部捏紧，再翻过来，用手轻轻搓成球形，放在油纸或刷油的笼屉上醒发15到20分钟，冷水上锅，大火20分钟左右蒸好以后，不要马上开盖，等各自5分钟，以免馒头回缩。